挑战排骨的第99种做法，凝香小排，你值得拥有。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柠檬精女孩，继柠檬鸡爪和柠檬水煮鱼之后，我又来挑战柠檬排骨啦。味道非常清爽，完全不会腻，教你做一个价值10000块的粉丝。这样做会更香吗？不会，更贵。准备好之后，将腌好的排骨中火炸10分钟，这种画面我完全没有抵抗力。表面微焦之后捞出，放在粉丝上，论着卖相，我给101分。不过。